加速吧，乘着风向前冲，我的座驾，来吧快出发，拼搏吧，去面对那挑战，从不惧怕。 Say no， 有你在身旁，并在继续闯，风驰电掣乘风破浪，燃烧着热情，开走吧理想，对手全甩掉，向前冲，向前冲，驰骋赛场，赢下每一次冲锋较量，加速度这气势不可挡，超越自己从不彷徨，金粟梦在心中闪着光，向前冲，心情明红，向前冲，小英雄。第八集，心理战术。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可怕的生物，它有锐利的尖爪，冰冷的獠牙，它谨慎多疑又凶狠无比，一旦咬住猎物绝不松口。我才不怕呢。我也不怕，仙河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既然你们不怕的话，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？他就是电狐，但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只要利用他谨慎多疑的弱点，先示弱再反击。你太懂我了，我们练一练。极好极好。你们这是打算要去哪儿啊？我是说要记好，要出其不意。攻其不备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黄金赛第三场比赛的现场。目前迷雾车队以13分的成绩稳占第一，其他车队要加把劲了。已经相差这么多分了吗？这个积分形式果然与我计算的一样啊。我们一定会追回来的。电狐，今天你是猎物，我才是猎手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疾速前进。云云，咦，这么没有斗志，这可不像超星车队。看样子超星车队是已经放弃了。这是要认输了吗？冲上去啊。你们没有发现电狐每次总是故意跑在后面，给前面的车手制造压力吗？这次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躲到后面伺机反击，这可是银河制定的策略。哇，好厉害。嘿嘿嘿，基本操作，低调低调。大家这是要联手针对我们？只是积分形式使我们变成了全民公敌而已。不过这样的封锁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青狼和我轮流进攻，让他们加速消耗轮胎。把他们的轮胎磨尽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什么？
休想超车。哦，大象为了抢位竟如此不顾轮胎的消耗吗？经过整整五圈的攻防博弈，场上赛况依旧难以定夺。不过可以注意到的是，各个车队的轮胎承受力已逐渐达到极限，轮胎被消耗殆尽，快进站。轮胎抓地力严重不足，需要赶紧换胎。超新车队不声不响跟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也该替我们承担一波压力了。你是说让开位置，让新航他们也尝尝被所有人围攻的滋味啊？嘿嘿。云云，明白。这超新车队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居然这么轻易就给让路了？哼，那是想坐收渔翁之利呢，别管他们了，抽上去。咖喱，是时候使出杀手锏了。明白。啊，那就别怪我了，湖光掠影。他怎么在我们前面了？热浪车队居然把自己给玩退赛了，看来围剿电弧还得看我吐三遍。你等等，青狼，劳保他们。好，太帅了，超新车队与迷雾车队终于开始比拼。超新车队怎么就跟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似的？更大的问题是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进站吧。嗯，进站，我们也进站。嗯。赛程已经过半，是时候给他们一点压力了。别忘了我们的策略。嗯。妈姐，她应该很期待我跑出完美路线吧。超新车队紧追迷雾车队不放，看来最后的冲刺阶段将会是焦灼的贴身近战。终于发起进攻了吗？我还真是期待呢。电弧，你放心冲，我会挡下来的。走了。抱歉，你并不是我们的目标。对不起，电弧，我……没关系，就让我来对付他们吧。猫姐姐，我的完美路线。完美跑法。啊！就是这里。啊！看来他还没得到精髓。不要拘泥于路线，只要按照过去那种胡搅蛮缠的跑法就可以了。别忘了，我和你一起。换新航了，果然是要车轮战消耗我吧，但我可是黄金赛的王者。
开发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积极？简直疯了！这样下去，轮胎根本无法撑到比赛结束。不，只有你的轮胎撑不下。我们之所以一直跟着你，是因为用了硬胎。现在你消耗的差不多了，该轮到我们了。按现在轮胎的磨损程度，如果再不减速，会有70%的概率被甩飞出去。好机会。这家伙太冒险了。比赛即将结束，电弧竟被超越了，他还能超回来吗？太令人意外了。哼，你们还真没让我失望呢。不过电弧要开始狩猎了。不行，绝不能让电弧从我这里通过，我要找到最完美的路线。又错过最佳路线了。云云，不要纠结路线。云云，是时候了。好计划，爆裂冲锋。跑法真的适合我吗？太有门。